哎，天哥。哎，网友。哎，网友，阿北。好久不见。听说你有养狗啊？有啊。哦，哎，那你都怎么选饲料？第一个消化优先，鱼油啊 ，Omega。哦，那你知道我们家这只吗？我决定报名一下。我们家这只呢，第一个就是要五谷，因为怕会过敏。欧里13岁，所以呢，最好呢，它能保护关节。所以要软骨素啊，葡萄糖胺都在你面前是比较好。很重要哎。那洁牙呢？要全素食。妈妈吃素，她也要吃素一下。哦，真的。那另外一个就是洁牙骨呢，咬久一点。那有些洁牙骨呢，一下就吃完了嘛。所以是不是需要有那种有认证的？哦，有认证的。对对，有认证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有一个推荐。我有个推荐牌子，我再传那个链接给你。哦，好，好，那我先走，我先走。链接给我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我们自己存信息来。我跟你讲，他一定要给我饲料。啊？他现在是不是有点舌苔炎了呢？